高兴为你们访问到正昌的王董事长。好，那当然你刚刚吼，这届 K show 啊，你刚刚啊，啥款啊？因为 K show 是三年靠一届举办嘛，啊，嘛是一个世界性的展览嘛。因为咱有这个机会来遮参加这个展览，我感觉会提升咱本身的技艺真济啦，各方面技术也好啦，还是讲各方面拢会当提升。我感觉对这一届的介绍，也是以往，大概即马拢进步。甲以往比起来，感觉今年蛮厉害啊！是因为我即个算作打包机的厉害，有较电脑无定有较特殊啦。我看起来就较少啦，较少，一般拢是电脑产品，比起来直接的处理。真罕咧，像安尼几台安尼，是嘿，因为要踮进前，我嘛感觉咧，轻轻松松安尼，会担心，不过有淡薄仔烦恼安尼，啊，不过来看了，感觉现场咧操作都足顺时啊嘛，产品甲咱要爱拢是，拿到咱要爱。我看即届正餐店的即个机台嘛真特殊，交一般的打包机无啥共款。无啥共，因为即现场即操作足方便啦。因为我起来，即对一般人无这款设备、无这款技术来讲吼，要伫种现场操作，会灵足凌乱的啦。但是我如果对一贯的作业来讲，一贯的迄控制吼，电脑或者是较自动化，取得伊的温度提升。真好呢，加赞！即个设计真足赞的安尼。感觉还好啦。啊嘛，非常的方便呐、啊，对不？是啦，嘛是还佫提升啦、啊。比方是精益求精嘛，吼。不断的求精。你感觉阮普拉瑞斯的服务啥款？敢有需要改进的所在？我感觉咱普拉瑞斯很专业，因为我是对这我无来无会，不过我看你伫操伫做吼，比一般人佫较专业。咱要爱拢达到咱的要求。留下当时定的爱好安尼，佮支持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